们都没有地方睡觉啦。这不是你们的床吗？看这里有这么多空位呢。可是他们都已经睡进去了，我们就睡不进去了。别着急，我来给你们安排吧。我们来看这个形状，看看大狗熊和斑马谁能睡进去吧。先来试试大狗熊能不能睡进去。哎，大狗熊好像睡不进去呀。接着让斑马试一试。哎，斑马放在这里刚刚好。来看这个地方，哎，把骆驼放在这里刚好睡进去。这一块就放小鸭子，就剩下这一块的地方了。他们四个要怎么安排呢？先放长颈鹿，还剩你们三个，我来看看怎么安排。这样不行，然后反过来这样也不行，换一个大狗熊。哎，那这就多一块，哎，给它反过来，这样可以。然后是鳄鱼，最后是火烈鸟。看，所有的小动物都有地方睡觉了吧。